星王静拥有着不管到哪里都能秒睡的能力，他也常大方分享自己在书画片场睡着的画面。日前他再度在做妆法时打起瞌睡来，让网友笑翻王静太可爱了。骚扰表情，醒着歪楼很享受。选举真的蛮糟蹋的，每天在那边笑啊！我是有很缺这一票，其实我们是真的很缺那一票。台湾首部以政治幕僚为主角的职人剧《人选之人》造浪者，演员阵容包括双金影后谢盈萱、黄建伟、王静，上线两天就登上台湾 Netflix 冠军哦。有啦，喝很多啊。嗯，好辛苦哦。这是你第一次在镜头前演出女同志吗？比较特帮角色做一些什么功课？谈感情其实不管你是喜欢感情的人，他都是一样的。而且一拍那个粉红泡泡感觉出来的，因为它也是一个很让人觉得感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。这样是不是想跟我离婚？对啊。那你在剧里跟剧外都是同一个老婆讲一下，就是跟老婆拍戏的心得这样子。就是。有点像是一直在换老婆的，然后他应该有一直在换老婆的。老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是议员张雅静，快！这一次跟那个戴立会不会对戏压力很大？会，就清明戏会很害羞吗？我完全没事，因为那就只是脚很酸而已，然后我又怕他脚会不会被我压的。麻掉，因为我不行，哪有？所以就是当时我感觉到他在扛过来，他就比较使一点力。剧里面感情好像会有点坎坷，就是谁没谈过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？轰轰烈烈的，但其实我每一场大家都知道。三人在剧里都是文学幕僚，三立新闻网寄出情境题，只能比手画脚 and 装生词表达，猜猜看伙伴遇到了什么困难。洗澡在洗澡的时候电话响。准备上班，然后被摸了，性骚扰，很享受。很享受的部分是我演做了。很想看你被骚扰的表情哎。
算夏至与白痴演唱会高雄场，世新请到女神王静来自菲，是来担任嘉宾。要是能就这样挽着你手，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生，只要你不嫌我目光关注，你是唯一的选择。尿尿，怎么这么多人呢、啊？我的老天鹅，而且我的手一直在抖，你有感觉到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跟大家自我介绍。我是王静。你知道对唱一定要有一些 eye touch 吗？对。然后我每 eye touch 一次，我的鼓手就会瞪我一次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他的眼神刚才差点杀死我。我真的很紧张，你刚刚感觉我手一直在抖吗？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唱歌吗？对。因为我知道我有看过你在那个计程车上面唱，对对对对，那很红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也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你唱得很棒啊，来，静静拍拍手。